哎，我刚好开麦吗？没有，你没有开麦。我想说，哎，怎么没理我？因为你没有开麦。晚上好，晚上好。因为你没有开麦，所以我没有理你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我想说，奇怪了，你不在吗？你不才刚进来而已吗？他说，哎，你是不是进来之后就离开了？然后我说，哦，那好吧，我先把麦关回去好了。感觉我的阿尔宙斯已经快结束了。快了吗？还没吧？我看你最后是在抓三云嘛，对不对？是。我在抓，我已经把眷恋营抓到了，然后图鉴也完成了。全完成了。眷恋营也完成了。嗯。对。那就是没啦、啊。那就是刷色尾而已啦。没有，我不想抓。当然不想抓。不想抓，我没有那个耐心。哇，那你不能玩我之前玩法了、欸。啊？全课题100。对耶，我都忘记我的位置图层还差一只耶、欸，靠腰。我是全课题耶、欸。哇，太辛苦了吧，这样子。对啊，超没意义的耶、欸。我差 R 的位置、欸、，R 的位置在哪里啊？都一样啊。你就是进去那边反复刷啊？什么反复刷？未知图腾啊，未知图腾在红莲那张地图啊的一个遗迹里面啊。哦，是哦。对啊，宝可梦最后就是刷色尾而已啊，刷色尾跟培育6 B 这样而已啊。没有啦，我是说我的位置差一只。位置哦。嗯，什么位置啊？你说编号26、哦、？R， 对。那、啊、它前后是什么宝可梦？我缺的是 R 的形状的位置。啊，对啊 ，R 的话就是一样啊，在那个红莲湿地啊。B， 我竟然记得名字。白的。我在解密耶。G R A by the grave， upon the cape 啊 ，cape， 你在解什么谜啊？它上面有写啊。你还在？位置图腾谁了？哦，你还在 ？The grave upon the grave， 我还在什么？嗯，你还在阿尔宙斯吗？对呀、啊，因为但是还没出现，没哎，它出现啦、啊。哦，好，那我就开，等我一下。不知道，没事，我把我的阿尔宙斯放到右上角。把我的 R 就是放右上角。对啊 ，R 的话就是那个啊。你就去抓而已啊。对啊，可是重点是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，R 在哪里？就没有他哦。你是说哦，是到处地图找的那个哦？对。你By the grave upon the cape。Cape， 镜子，谁叫我？哎 ，Eden 怎么出现了？声音好小哦 ，Eden， 你们四个人是不是？没有啊，缺你啊，缺你啊，就在缺你。你知道多好笑吗？今天不是 DC 坏掉，我知道啊。然后我有叫你啊。我跟你说，你看，等来玩，我跟你说，来玩。我有打加十次，然后他送不出去。我们是在那个镜子台约的。哎对，我也看到。我开了，我开了，你们可以进来。你等我一下，我直播换个档，我已经直播20个小时了，等一下。What the？ 对哦，标题还没改，等一下、哦。换个档。Phobia。恐惧症。
下图丑丑的。其实繁星，你看得出来我下面那一小坨到底是什么东西吗？那一小坨，放那个宝可梦那边呢、啊？你是说 DC 吗？不是，是我的直播画面那边。白痴哦！画面一小坨，你放哪边啊？哦，就是靠太小了吧，北兰哦。左下角兔子啊，我看很久啦、啊。我是说背景的部分啊，什么背景？对啊，背景的部分。左下角背景，就是兔子在的那个背景，你看得出来是什么东西吗？不是月球吗？哈，我画的这么丑，你也看得出来？啊，看，哎，你当我谁？我画的超级丑，你也看得出来了。不是啊，看得出来啊。感谢你梦的追随，超级丑的耶。我画完之后，我想说，干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恶，好奇怪，好恶心的、喔。好恶心，好恶心，好恶心啊！是什么鬼东西？好奇怪哦、喔。嗯，怎么会看不出来？啊，超丑的。哦，不要惊恐啊！真的超级惊恐，我不是震惊，我是惊恐啊！没想到非常看得出来啊！哎、欸，好了，总开好了，反正我刚才那个直播打十九个小时。哎、欸，没办法，我昨天就是我播到三点，然后我就睡死了。那你活该啊！然后早上我没有，我很早醒啊，我七点就醒了。什么鬼东西？然后，哎、欸，没事没事。为什么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啊？嗯，我这里又出 bug 了，我要重开了。为什么我这边有双重音啊？等一下。哦，你是直播没关？我的问题，没有、啊、我的没有没有，不是我的问题，我的问题，我的卡 bug。不是不是。我没听到声音呢，什么什么声音？你听我牌啊，就是有一个奇怪的双重音啊。是繁星那边吗？啊，繁星，你是不是开那边内麦了？我开内麦啊，你关掉啊？啊？我开到内麦，那就是你关掉的问题啊？怎么？我一直都啊，我没关，我没开过内麦、欸。那可能是你不小心按到了。我按到什么？要哪一个啊？还是怎样？音频吗？我是按键发话呢。对啊，我上次也是按键发话，然后他们说他们听到哦，没事，没有没有，哎、欸，又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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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是不是没有按到主持人？哦，你刚刚按了什么？再按一次。按应用啊。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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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现在有了对不对？下一个 OK 了，下一个 OK。哦，那有双重音，嗯嗯，是你们的问题，不是我。我靠，是这样讲的吗？哈哈，是我啦！哈哈，是我啦！哎哎哎，为什么又来了？又有了？为什么又来了？又有了，又有了！又是我？我？对呀、啊，又是你。还是我重开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不对，我把你游戏另外一条零八，那就没有。对啊，你直接点喇叭那个就好了吧？喇叭关掉就好啦。哦，那我就把这里关掉。我每次进来都是关掉你们喇叭、啊。好啊。啊，我的台有双重音吗？看一下、喔。没有，你的台不可能有双重音。看一下、喔。没有，你的台应该听到的是我们呢、啊。By the cave， 听到的是我们、啊。好像是在平静海岸。没有，好。跟着镜子老师走，什么鬼啦？又来！你说要走，你也没按准备啊？走去哪？没有，那个是奈斯，没按的是奈斯。啊！我看两个大叔哎、欸，哪里？场子不干净，场子不干净。不干净啊！怎么这么不干净啊？太奇怪了，太奇怪了！来，给你看，给你看。
我刚刚跟嘴刷嘛，怎样啊？这场子不干净啊！不干净的，好奇怪，好奇怪，好奇怪呢！这场子很危险啊！好奇怪呢！起雾啊！好亮！是不是真的很少遇到是要用笔记的鬼啊？很少，真的、欸。因为就算你遇到会写笔记给笔记证据的鬼，他也不一定会写。对啊，因为很多证据都嘛，要么是通点阵灵球，然后通灵盒这种。因为他你通常拿到的证据都是好拿到的。对啊。对，不好拿到的证据，你他不给你，他死都你就到抽到死，他都不会给你。对啊。就是这样。来、欸、塔罗牌。嗯，塔罗牌吗？嗯。哦，对。好奇怪呢。哎、欸、干。嗯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刚才等你们好而已。没有啊，奈斯刚下来啊。哎、欸，开灯了。进来顺从关门。开灯了，开灯了。全是 bug。哦，车库两个，两个多点。对，刚刚看谁客厅能躲吗？客厅不能躲。明明在玩空鬼，左边房间。明明在玩空鬼，我的 BGM 却充满了欢乐的气氛。什么在左边房间？骨头。哦。卡。有证据，他一定有做事情。我卡了一下，快点 ，EF 拿出来。不在客厅，我觉得在地下室哎、欸。应该在地下室。十五度。上面温度都很高。对啊，十五度。八度啊，这间就是这间了。我还要看那个臂章，我才知道哪个是繁星。哎、欸，又双胞胎了吗？对啊。场子不干净。没事。有记得关灯吗？我记得我开灯。关了，关了。看来是原本没有关。没反应。你可以再多说几次。哎，路人点阵，路人点阵。点阵是吧？嗯。最近的鬼都蛮喜欢。蛮喜欢早就给点阵的，哎，除了玉林以外，啊，玉林就是死都不给点阵。拍什么？开门了，开门。盐巴啊，盐巴。Okay. 啊，没拿那个。对，哦、有魅影哎。什么魅影？我有带那个啊，我带那个哎、欸、个。那你就把它放在有烟的地方上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因为它目前还没采烟。对啊对啊对啊。可是我只带一个啊，多带几个吧。哦。没采烟，他房间里面到处都是烟，他居然没有采，有点魅影的感觉。再开个冷气，不要。8.1。这样子可以吧？好奇怪呢。
哎、欸，真的人会有，他会侦测到人。对啊，这个二阶的会侦测到人啊，三阶就不会啦。那好吧，人尽量不要进出。哎，妹，玉，不，什么名？哎、欸，他等正等正等正。哦，是不是我吹蜡烛，拿蜡烛下来玩？去拿蜡烛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要吹蜡烛，还要做收音机。蜡烛有那个啊，有证据可以拍啊。哦，确实。对啊。地上是可以。等一下，呜呜呜了，然后没有拆。嗯，魅影，这是魅影的吧？决定是啦、啊，90%吧。OK， 99%吧。嗯，99%。来吹蜡烛肉。有带那个相机吗？我没有哎、欸，好呀。是我带的，我带的。我刚忘了丢下来。我去多拿一个蜡烛过来。那我先把它弄熄。那你？啊？为什么要这样子？啊，蜡烛还没来啊。哦，点阵烫。没有啊，不是没有怨灵啊，没有怨灵啊，他一直吹没关系啊。哦，我知道啊，我知道啊。有相机就好了。我的意思是蜡烛会一直融化啊，啊，他不吹，哎、欸，吹了，你拍。他会吹啊。对它会水呀、啊，不是啊，会融化啊。哎、欸，它吹了，它吹了，它吹了。怕就是它不吹呀、啊。对，只怕它不吹。对吧、啊？不怕它吹，只怕它不吹。所以我怕蜡烛融化、啊。这也没有看你字，这你是多少？75。好、哦，那没问题。啊！他逼我，他逼我，他用胯下贴我脸。什么鬼？听起来好像怪怪的。真的啦，真的啦，我也看到。那爽。他没有，是蛮爽的啦。他没有的话啦。干嘛？有的话我就会怕。哎、欸欸，吹了。好的。他丢东西。丢什么？知道。哎、欸，又吹了。哦、好像是推摄影机耶。可以。剩两张，剩两张。任务嘞，鬼魂照片、收音感测器、十字架、猎杀。对耶，收音器没有拿来呀。还有没事干嘛开24小时？我爽啊！什么东西、啊？收音器没拿。我说 Aiden 啊，没事干嘛开二十小时？收音器有啊。哎、欸，我有。哦，那是声音感测器，嗯，拍了、啊。两、哦、这个刚好。OK， 好，开。收音器。我开24小时是因为我昨天我玩游戏玩到很死。嗯。然后我就很早醒，我就继续玩游戏。哎，现在看到惨就想举起来打人。捕获鬼魂照片，我也拿照片了。哎、欸，你他蛮常出现在点阵里面，你就看吧。我知道，我在等。还是我再去拿一个点阵过来，那收音器给你们。没有，我拿。啊，你要什么？我可以回去拿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拍，哎、欸，碎碎碎。那我也不用回去了。收音器，只剩收音器。给你，在地上。你可以听、啊。我回去拿，我不要啊，我拿啦。What the fuck？ 不用怕，任务。我会怕。不用怕，有塔罗牌。我抽塔罗牌咯，干咩咯？丢东西啊！丢 ，big，
个怎么点阵？重点是我还听到他采盐的声音，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在盐上面蹦跶，他飞得过。然后为什么只剩我了？我来了。Speak。Speak。终于是先生来小姐。Raymond Shipman。Speak。还是换一个语气。Raymond Speakman。Speak。不是叫你不。Speak。他不恭维。你要找点阵。哎，恭维啊，先生。你还直接站在点阵面前。对啊，不讲话哎、欸，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圣母晚上好。说错的不是点阵，是运动感测器。哎、欸，收到了。礼貌的。嗯，好了，讲理智咯。理智赛多少？74平均。哦，对，我要去拿一个14再上来。啊，这家伙会传送啊？对耶。啊，他也会哦。魅影跟幻影是不是？对，魅影是传送后留下 EMF。那个幻影是传送前留下 EMF。啊，有了。啊，魅影是传送后。对。幻影是传送前。是。所以基本上魅影会比较好的，比较准确。哦、可是幻影的比较不准确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确定说他原本在的地方那边是不是他真的有动东西。嗯，对。你要哪边？啊，当然是这里。二十四张我就直接拿在手上了。啊。好了，我来看我的宝可梦。我今天啊，睡出了一只 S 级的宝宝丁，很开心。我的手要烧你下巴啊！我今天有听到一个很好玩的，今天一个女朋友说，我问她男朋友，要说，说出两个，你喜欢我的身体部位。男生思考了一下，说下巴，然后女朋友就说，那、啊、还有一个嘞。然后他的朋友都说已经两个啦、啊，没有，这不是开车啦，下巴，对啊，你听不懂吗？我听不懂哎，完了，这个我真的听不懂。嗯，他说要讲两个喜欢的位置，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，男生说下巴，但是女生说啊还有一个呢，但是他的闺蜜说已经两个啦、啊。我真的听不懂这个。你听不懂？这个真的听不懂。真的假的？啊，那个其他两个人呢？我是有懂，听得懂啊。我还是男生。哦，那人家根本无关的嘛。根本跟男生根本无关，这个很好懂。哎，答案是啊，双下巴。双下巴哦，喜欢他的双下巴哦。对啊，下巴有两个啊。What the fuck？好过分啊、哦！很快吧？我想说，我还在那边拆开来想啊，下跟巴是什么东西、啊？下跟巴，你是昨天的大波浪卷发是不是？安妮，中秋快乐！双下巴，对吧？中下巴，真的是笑死。我面前 有一对双胞胎啊！等一下，怎么找不到？我、哦、找到了。嗯，看一下有什么更坏的。等一下，我要抽牌。好啊。哎、欸，我想，嗯，没事。
下次再抽好了，我单刷再抽。我好像倒掉了，那时候抽到的时候没有更新那个柜子，啊，后面就没有抽到倒掉人过了。你倒掉人要抽到不是小丑的才有效哦。对啊，哎，所以你是小丑了是不是？我现在反正柜子就缺一个倒掉人的啊。你也缺倒掉人是吧？还是改天我们来挑战金银铜奖杯？还是你们都过了？没有。那要不要改天来玩？可以。还是不要那么虐。可以的。哎、欸，他不猎杀哎。你是多少？那是在那里面啊，在里面啊。那是可不在车上吗？对。然后我跑进来了。我回去看。幺四三四三哦。四十二。不是啊，你也在车上，为什么不是你看？我没有，我刚上，我该在门口。哦。你在门口干嘛？干不去进来蹲。等他练、啊。等他练，帮你看，帮你们看啊。他什么时候开、啊？有一个人在外面会比较方便的、啊，看你是看猎杀结束都比较方便的、啊。没有，他在门口，车门口，不是车门口啦。不，我在家那个房子门口。哦，对啊，房子门口啊。三七，那已经够了，他可以列的。好啦，没我们的事了。我在想还有什么过分的哦。嗯哈密，怎么列了？列了，没有挡到啊。哦。很任性，很累。开始骂脏话哎！吃吃安安，结束了，还是得等。看那个啊，北方有变。哎呦，很会扔哎！哎呦，很骚灵哦。但他是妹。不要说。还在这啊，十一度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不对呢，变高了哎、欸，哇，换出来，哎、欸，走廊吗？到走廊了吗？走廊了啦，可恶。哦、没有，我拿十字架，我拿出来。哎、欸，关门了是不是？哇，我好勇敢哦！哇，你好勇敢哦！灭了吧？没有哎、欸。啊、不是哈气、哦嗯，我听到那，个嗷嗷嗷声音。吓不倒我。哎、欸，轰！结束。好了。结束。耶！耶！可以抽嘞、欸。你抽啊。抽。我卡住了、啊。卡。鬼魂互动。主力。诅咒猎杀。主力。你怎么这么会抽 death 啊？Fortune 女者，恶魔，鬼魂事件，卡，鬼魂互动，卡鬼魂互动，真塔罗牌，卡，真塔罗牌 ，Fortune 扣人 ，OK， 你看我吗 ？Fortune 扣人，他跟他老婆对视一眼，真塔罗牌。好，又是没有倒掉人的一天。哦，你却倒掉了。对。
他完全他一直要怼摄像头的地方。妹妹来了来了来了。妹羊羊。妹羊羊。为什么要叠日子？而且你还烧生路。一只可爱爱。三小。你礼貌吗？我很礼貌。你没有，你的礼貌被狗吃了。还有渣都不剩的那种。我都不要。我都不要。狗都不想吃啊，他都嫌弃了。看，下一个点。下一个解锁是手电筒。紫光手电筒。哎，下午晚安。哇，太棒了！我第九枪也自动过了。爱车都是大佬。第九也自动过了，对吧？那服务前真是不一样。你也是第九过的，你那边跟说人家大佬？啊，没有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。我去找一下我那之前的记录档。那性子好痛苦哦！看啥？1.4版本好痛苦。看啥？金牛要抽脱发要抽，我又想补希尔。在抽浮血呢？我浮血没抽很多啊，我不是抽100多抽而已。已经很多了。100多是卖多了，1+1。奶叔，不要再忘却失停了。好卡哎、欸！走。哎、嗯，丢东西，丢东西。这里。开了。哦，我都要很近才听到丢东西耶、欸，好烦哦、喔！我开个灯，对不起，关灯。看一下另外的上。你几岁？几岁？没有几步才是啊。六。你们定土烟？嗯，要换你吗？到处都土烟呢。这里下雪呢。我开那个呢，电闸。这里啊，他丢棒球，换人讲吧。哎呀，完了，怎么了？拍错了。按到 U 键一下，看我要。它营地的温度比较低。哦，我这个太低。你说萤火里面吗？我放盐了。哎呦，扯一下。我的完美。光子光子光子光。再见了。这营地很难扯、欸。对耶，不禁丢哎。关电闸。采盐不是，然后还关电闸，然后没有脚印。那我十字架丢在萤火里了、哦。十字架我已经有放一个萤火在，一个十字架在萤火里面。好，那我找一下在哪。在这里，比较旁边。又差了1.3度。然后丢门口一点，这里在这里，你脚边这个，这个，这个。OK OK。卡，为什么那么卡？你开太多游戏了。那、啊、我用到我才两个。你低太多台了。你怎么又按错？哦。你。我好想换滑鼠，怎么办？啊、你该换的。这滑鼠我用了这么久都没坏，也不想换了。哦、天哪！我抖了一下，我怎么抖了两下？我好像上传了。给你相机。相机。我看到两坨岩贴在一起。我放的没错。收音器。它不下去。
你是平均65六十。我先可以。我可以，真是吧？目前又是没有证据的一天。哎，队友看灵球吗？嗯，有吧。哎，为什么餐桌这边丢东西的声音啊？游荡吧。蹭一下温度吗？没逼呀、啊！哎呦喂呦喂！哎呦喂呦喂！两个哎！哎、欸，讲、欸、真的，如果是游荡的话，那就不可能是玉林。如果是换鬼方的话，那就不那就没事。如果是游荡的话，那就不可能是玉林了。嗯嗯，因为它的范围有一点远。一度哎、欸。换鬼方。哦，是。哇，一度喂，哭啊！换鬼方。圣灵的新的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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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59、56。我没看到灵球了，但是其实下雪的时候的灵球我真的不是很看，可以换个人来看。下雪难看的。对啊。他是换到室内还是外？餐桌旁。这个繁星你这么低啊？哎、欸，我收到声音了。我在里面呢、啊。我是在里面啊。他丢东西。好哦。没有证据啊！他更新之后，要是下雪的时候看灵球会很难。哎，有时候灵球很浅。对啊，更新之前不会很浅，很明显。那我现在要出去吗？还是等猎？看老师指示。老师。老师，他、啊、不讲话，老师不讲话，生气了啊！真的，没有，我不是老师，跟我没关系。那老师现在呢？老师现在的老师，还有什么想法呢？老师不说话，老师。你说现在理智多少？60几？理智现在51吧。嗯，好诶。好诶吗？好诶。对耶，还要拍鬼照诶。来了。嗯。哦。炸弹。要拍到吗？反正没有完美啊。我也是。对啊。对不起。干嘛道歉？中秋节道什么歉？哎对，哎、欸、我故意的，什么鬼？什么意思？不用道歉，就是我故意的，哈哈。什么意思？这鬼照真的这么困难的？啦啦啦啦啦，啦啦啦啦啦，介绍。调大一点。不像赤鬼，不像幻影，不像幻妖。没有幻妖。嗯，好。不是幻影，跟赤鬼。
等下赤鬼，我真的是快认不出赤鬼的闪烁频率了。没事，认错就算了。赤鬼他会，我知道他闪，他那个消失时间很快，但是他刚有个，他消失蛮快，但间隔其实又有一点久。我是看他有时候会50%以下，突然连续闪。对啊。我是看他这个。你刚刚有听他的脚步声吗？很慢，欸，一般般。一般般是吧？你是早恋吗？还是？普通、欸。没有，没有早恋。普通哎、欸。阿玛这，阿玛正常的，阿玛就女妖，然后去找繁星。因为他我这里看有到50以上。没事，有碰到40多了。那他就是40多，正常的。哎，怎么又在白色这边丢东西？我当氛围超大的，觉得有点像梦魇呢。啊，营地那边播了呢。播什么？啊，踢球。哦。哎、欸，快狩猎。咚咚，很慢。是扭下去。是软魂。我没听到，我觉得好像有点安静耶，还是我听不到？哎、欸，我是拍不到他、啊。哎、欸，有，拍到。我、哦、靠，原来是我的耳机声量没有调到最大。还在烤哎、欸，速热。这样需要我吃药吗？好，我吃。又唱，一直唱哎、欸，他唱很爽哎、欸。伙伴，他猎杀的位置是这里耶。阿海哥在哪里？是家，我看到了。这里，他猎杀的位置两次都不同啊。是不是软魂呐、啊？也有可能是梦魇。哦，一只秋怪又很像女妖，谢了。对呀、啊，他唱两次了吗？还是？打了吗？哦，是啊，是。52，听起来很像猎的啊，那个哈气。真的。他听起来就还有那个叫声的。上面是谁？老师吗？哦，不是老师。又哈。我这又哈。好了，去找繁星。哎。繁星，快拿出十字架。在地上啊，十一下的。原来刚刚是50以上哦。嗯，我刚刚吃两罐药。哦，好耶、欸。好了。那先你要躲下面的那个什么吗？你下面吗？好啊。什么意思？啊，不是吗？比较安全啊，里面。对啊，所以在你下面比较安全啊。你叫我躲下面的啊，也说比较安全啊。啊，我只是重复的话加在一起而已啊。看笑死。777的七，中秋快乐。这么多七。对，我刚刚出门抬头在那边看月亮。哦，真的好漂亮。8月15啊，毕竟。嗯对啊，中秋节啊，来了。嗨，你好，你会追我吗？欢迎你。不对，我在哦，对，也是呢。不是女妖，不是骚女。
还是目标在里面？速度正常。你在我你在帐篷里面呢、啊，那他正常来说不会、啊、不会来，不会来追我才对啊。可是如果目标不是在车上的话，是正常列吗？对啊，可是刚刚唯一有可能是目标的人只有你啊。哦。因为你是唯一一个可能是目标的人啊。对呢，我理智那么低。你唱歌。可以出去了吗 ？No。好。我等一下瞬间把门打开关起来。礼貌。这是对老师最后的疼爱。然后我就按下我的 ESC 离开。不是吧？应该是把好友删掉之类的吧。向玉玲。把 DC 丢了。正常列哦。又关了。关什么？电闸吗？嗯，好，我去帮你开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有头灯，我看得到。刚刚鬼魂事件蛮多的吗？烧他看看，算时间。烧他算时间。确实，好像不是。我是电商有很多鬼的事件。哎，你觉得鬼影响吗？他的脚步裂了吗？我听到他脚步，我刚刚有听到叩叩两声啊。他采盐的盐，裂裂了。哎，我觉得像，我觉得像鬼影哎。我听到脚步，对，因为我觉得脚步声。没脚步声，我们这边没脚步声。对啊，鬼音呢？他刚才在树那边没脚步声。对啊。那个刚刚第一次猎杀的时候，我就有说，感觉那脚步声好像没有什么脚步声。后来我没有注意听过。我没有，他过去的时候我有看到。他刚好走到树那边的时候就没声音。结束了，走。走喽。就很巧，就是他。然后我这边。然后我这边听到的是从树那边才开始有声音，走喽，走喽，回音啊，走，算都不用算了，你魂，你去死吧你，这样，那就没办法，你魂二七四一四，因为我第一次听也是听到那个脚步声很轻啊，因为我蹲在帐篷里面听两次。我是说啊，托尼河哦，立即 view 还是先 graft 呢？嗯嗯你们先进去，我去厕所。嗯，一女生一个人去厕所太危险了。他听不到，可恶。他一定有听到，只是他选择无视我。哦，不要脸。嗯，很小。报告，九八九八。骨头厨房。骨头厨房。介绍 Blaster。后面吗？啊，瓦尔特怎么挂的呀？哇！瓦尔特再见。瓦尔特没挂，我就可以。定时自动了，快给我打显示，给它自动。哎，你眼睛那么痛啊？啊，电闸开了。充电板看到了，来动门。谁？在哪里？主卧。
对，我这个门，我这个门，三个防粉的。我没有带那个。我没带温度计。没有带。我没带时光。是没有动的。他动的是这个门，我不知道是从里面动外面动。哦，我先放外面好了，我去拿给西。靠！哎，我有紫光啊，北西。哎，有指纹，有，刚闪了一下，有指纹。外面九栋。有紫光。OK。白痴，我竟然有带。那东西丢一丢。丢一丢，搬东西。啊，诅咒之物是什么？那个重力板。哦。我来了，怎样？找到了吗？紫光，主卧那个可能是走廊啦，但是就是不确定。所以是紫外线。嗯。所以我们可以打烟傻啦。有灵球吗？没看到，又不知道鬼房在哪啦。好哦。在外面。温度低吗？九度。好啊。其他房间15度左右。OK， 大厅可以。有女妖欸，你怎么听起来这么开心？你也很开心啊。没有啊，总有人会被霸凌的吧，这次应该不是我啦。那应该要是 Aiden 跟奈斯啊。又我该换了。哪有又欸，彩妍哪有又，上一次是白身，上一次是我欸。对啊，这以前一直是我啊。那是以前呢、啊。啊，感谢雷吉，中秋快乐。而且那还是更新以前的事情了，你拿个来说 ，What the fuck？ 很妖鬼恶魔，不会寒魔，不会御灵，给你。我关灯看看哦。没有吐烟呢。6.7。没有，他没有吐烟的。7.0。他外面15度啊，他不会那么低。他干嘛？收到鬼的声音啊，在镜子身上。哦。强，怎么？懂。8.3。爬什么？客厅还比较低耶，温度。客厅、欸？客厅啦。再摇了。客厅哦、喔。关个灯。压死。真的要吐血。没有灵球。那走廊也6.8，4.6呢，4.4呢，看看走廊或者客厅，其中一个。那走廊吐烟呢？拜拜啊！客厅吐烟呢？走廊也有吐烟呢，还是这里算客厅呢？我不知道、哦，查一下地图。哎，台湾钢琴波，这什么 Grafton Farmhouse？ 没有错啊，对了，那你就算了，那份工吧。啊，走廊跟客厅算一个。哈，
哎、欸，我他关的，他关的。哦。哎、欸，等下提醒我换角色啊。哦，好。嗨。拍他，拍他。不要喊我。杀到你了。有拍到他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哇。危险，不敢拍。还差两张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拍，我可以拍。再一张，再一张。我来吧。就想说刚刚要拆三个眼。对啊，好了。他，你知道我没有拍到鬼照，是因为他直接从发型背后现身。Emma Grace, are you here? 你拿相机，我回车上。Emma Grace, 要拍鬼照哦。要拍鬼照吗？没有吧。没有吧。有幻影啊。哦。有幻影啊。Emma Grace。Emma Gracie, Emma Granny, Emma Granny。为什么他跟运动感这些都翻天花板了？傻笑。嗯。登梯步，这样才有仪式感啊！女生不是喜欢。我感受。啊。啊。碰门。啊。哎、欸，对，这个紫光是刚好那一下摸到、欸，哎。哇！我在外面超级超超级刺激，我就听到那个小孩子在啊哇哇的声音。我关的，我关的。但是他们很兴奋。有没有动作一下？动作。哎、欸、，EMF。干嘛？有什么东西动了吗？可以用相机吗？哎、欸，他在这边呢。哎、欸，欢迎。开灯。这是能开的。我这个位置，我这个位置。对，就哦，他开台灯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幻影机很高呢。我觉得幻影机很高、哦。刚也真的是有人在那个位置，不是吗？我啊。哎、欸，不对，应该是他原本在那边让他传送。是他刚刚在 A 的身上，然后他传送到 BOSS 的身上。我觉得幻影机很高。看理智，这里都开着灯，应该理智不会降太快了。错一下。啊。Emma Gracie, Emma Granny, Granny, you should come out.Granny.小李大大，中秋快乐！嗯，不会有吧 ？I'm looking at your 哎、欸，靠，没事。Chair， 少烂他脚印，少烂他，嗯，我六只脚印啊，没有。我真的是不知道。六只脚印。Granny。Emma Gracie, come out there. Emma Gracie, you need your event. 痛痛痛！往这走。嗯。通灵板，没差耶。可不可以不要再乱走了？你快点出来面对。对面有鼻子好痒，那可以溜。有人在骂你。Emma Gracie。其实我刚才有在想要不要过来玩的。啊？什么？其实我刚才大概九点半的时候，我想要不要过来玩。因为我还蛮想睡觉的，九点半的。哦。Emma Granny， 哎呦，厉害哦！有拍到吗？有哦。我一拍就消失。那就挂机吧。结论喽。挂机。结论喽。把石头再拿过来。
好诶，围炉。嗨，把神圣拿过来了。头灯记得关。嗯，好，记得开。我要先把十字架拿开啊，都拿开。鬼房换过来的。哎，真，那不拿了，反正没有，我手上有一个十字架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整体系。那、啊、为什么角色要做口腔啊？有牙齿，有舌头，表示说应该是会设定成就是对啊，应该会设定成就是开麦讲话，应该会嘴巴会动啊，才会设。可能是 VR 之类的。哦，确实有可能。嘿，我在开台啊，在我在工作、啊。行，小声一点啊！哦，好好好，好，没关系。好。嗯。好诶。啊！我怎么死了？我也死了。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？我不在。刚怎么好像听到有人按那个？我按的，但是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不在，我在里面直接死掉哎。所以你们都死了吗？对啊。地上活着吗？我地上剩三个熏香啊！我的队友变成熏香了。不，我们都在你旁边。这也是为什么 A 的你是站着死的、啊。我不知道我在里面就是蹲着，然后有人躲在里面呢、啊。没有啊，没有躲在里面啊。不是，而且鬼啊！我不知道鬼哪里来的，他完全没进来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他也没绕过我哎、欸啊，是不是他贴着那个刚好贴在那个旁边，然后你没贴在旁边？我知道哎、欸，结束了吧？妈，是啦，哦，直接走了，就剩你了。不是也很奇怪，很奇怪，好奇怪呐！直接死光光。哎、欸欸，什么？哎、欸，什么？怎么？没有，他们还没上车。没事啦，没差啦，关灯就关灯。没事，不是你 A 什么？我是想说你 A 什么？对对对，上到车。他没上车了，重点是奈斯完全没有反应，是什么鬼了？啊，我知道要走了。哎，使馆难了呢。莫名其妙死掉了。今天场子不干净。今天的场子不干净啊！场子不干净。What the fuck？ 嗯，九转大肠啊。Yeah, bye。包小肠。听起来很哑巴。不会呀。哎、欸，安妮，我贴个影片给你看。
刚玩猛兽派对的时候，还是我直接贴聊天室你们看。这个是在别人台的时候玩的，然后故意调角度，对人家女主播上下其手，什么东西？就是我从人家后面来，听起来好奇怪呢。干什么东西？不是，就是刚好那个角度，然后又被电到了。然后就是整个这个这就很好笑，我就跟他讲说这可以精华了吧，真好笑哎、欸，这是能播的吗？等一下，这个可以播的吗？可以播的吗？走了，可以播的，太好笑了、你找给我看好啊。哇，你以后有这种东西肯定哎、那个牙齿不下颚骨在那个壁炉那边。店家在地下室，好，车库不能躲。有听到吗？我觉得重点是刚好你们好，这应该是被电是不是？对，还是被电啊？然后你们还刚好在那边抖动，开门了，开了，刚好还在抖动，但是看起来超级不哑巴的。骨头捡到哈，你要捡到的，是通灵板。哎、楼上关门来了，左边右边，不知道。哎、这个，你走完这，哎，这东西，对哦，在里面哦。隔墙碰吗？这里，这间里面吗？对，里面。十度。这里，都在这。又动什么东西了？黄吗？台灯？还是拍窗户？要不要悄悄看？没有，不急了。还好我果断直接跑，直接上楼。丢着。哇，外面其他二十度的，怎么热？干嘛？哪间哪一个？柜子或者是什么柜子？我忘了放书，哎，好看。留下风铃盒。哎，点阵，露眼点阵。又是点阵。耶，又有女妖。今天很多点阵。撒盐了，不是命。就靠！隐掰，不隐掰。五十，哇！有什么可以玩？我没找到诅咒物，诅咒物什么？娃娃？不是娃娃吗？娃娃吗？在哪里啊？我没看到。刚刚不是一开始，刚刚娃娃讲完，我才说骨头啊，邓紫棋那边啊。啊你？我们就……哎，我刚才没有走过来这边，抱歉。哦，好巧哦。我没。哦，妹妹，看啊，这不能躲。好了吗？这东西躲吗？这没有啊，这不能躲。这里，哎，咋回事？诅咒叫主裂，理智低于25。没地方躲。哎。海烟。
欸，妖怪是必定给那个吗？还是没有？不是，没有。会必定给证据的只有寒魔、玉林、摩洛伊、雾影。拟魂其实也算是的。玉林、拟魂。哦，拟魂其实也算是啊。我知道啊，那是弱点啊。还有幻妖，幻妖，幻妖是什么啊？紫外线。哦，对哦，我刚才也算成指纹。对啊，六指啊。刚才也算成指纹。嗯嗯嗯。紫外线的，现在改成紫外线了。你说指纹其实也没错。对啦。是没错啦，但是脚印也是紫外线的。没差，听得懂。烈星星二十五。你这60%，有雷魂呢，没有错。所以如果有雷魂的话，现在已经有机会裂了。哇！不是，是鬼，听到白雾哈气。这是鬼的世界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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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有拍到吗？没拍到。好吧。这关门。在哪边能躲啊？我不知道。看一下，警察，警察。完了，楼上没地方躲，客厅不能躲，而且他从走廊走出来的，哎，他从就楼梯上面这边走过来的，嗯，毕竟鬼魂事件本来就会传送到玩家旁边呢，没有没有，离我很远，要我去找他。知道了，玩水对，很爱开灯。好快！等猎杀喽，没有错，等猎杀了。我在这，还有找到 potato 吗？又要 potato 了。我看厨房都被翻过啦、啊，有人肚子饿，是不是 Aiden？ 啊？那个 potato 啊？什么 potato？有人把厨房都翻过了，没找到啊！哎，少了，少了57，找猎找猎，57谁？雷魂叉耶，哎呦，我觉得，哎，不对，还有女妖啊！可是，哦，我在里面哦，哇，我都在里面啊！你在里面的话，就31%，你31%，那就是我了吗？那你们可以进来玩啊！不一定，不一定，不一定，搞不好是雷魂。我管你们，通通给我进来啊！好，我继续归，我继续归。我归哪边好啊？我觉得不太可能呢、欸，因为我们蹲在里面又烧了，又烧。不对呀、啊，我们确实没有蹲很久，那确实你差也还是可以这么早的。对啊，还是繁星星可以下药。没关系啊，不用啊，反正顺便听脚步声嘛。我先听脚步声，我等下再出去就好了。哦，确实。嗯，他是又看着游泳，然后就关了。他冲好凉了、啊，他洗好澡了，对不起。我要洗三次澡了他。哦，确实啊，他一直待在他睡房，刚刚发现行程。对啊，我帮他哦关掉他。他可能睡的一身都是汗，想要去洗个澡，然后他又觉得他不舒服，他觉得他汗还是很多，所以又再去洗了。欸，一楼的那个麦克风要不要收起来啊？好，我去收。收掉了，收掉了。哦，好。
报告安安。好像又不对了。安心有烤肉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你两年没烤肉了。安安，你可以考虑我。来练，来练。好喂、欸，听到。速度是快的。好喂、欸，那就不是我了，你要拜拜。来啊，我来先插耶。哎、欸，没插耶了。插耶。对，雷魂没了。插耶啊。那楼下都是很快吗？对啊。啊，下楼之后还很快。我现在听不到了，你们还听得到吗？我不是听的，我是看的。是啊，地上那个绿绿是什么东西？喂、欸，结束了。哪里有绿绿？哪里有绿绿？白痴哦，有人把那个温度计丢在地上，没有开着，没有关啊。那我不知道啊，哎、欸欸、我。那再一次吗？好啊。再一次。是我丢的。哎、欸，我是把收音机收掉，我刚才没看到那个东西。那也是。门我不知道门外算不算，门外还有一个开关。算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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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门外也算哦。对呀、啊，这么多电子设备是在搞啊？我想说不对呀、啊，门口还开着一个就算了，我还看到里面还开着一个绿绿的温度计。嗯，进去进去。那温度计是个意外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不是我丢的，我的是这个啊，我在身上的。有什么东西？温度计是我丢的，忘了丢了在那边。我要吃红萝卜吗？哦，其实不喜欢吃红萝卜哎。我喜欢吃肉，没看我猛兽派对那么凶吗？吃出来的肉好吃啊。对啊。肉食动物啊。你把红萝卜丢垃圾桶，你也要吃啊？红萝卜恶心，其实它只要是那种咖喱的还可以啦。就是不要煮到那种萝卜的味道都还 OK， 虽然萝卜吃起来甜甜的啊，但它就是有个怪味道。你杀了吗？不要开手电筒。杀了吗？我看不到是。还是很快、欸。啊，差野了。我听还是很快啦。咖喱鸡，好啊。好、oh, 喂、欸，结束了，那就是差耶。先确认一下有没有电子咖啡杯之类。哎，交给你们了，要低于25%，还要用熏香。车库能躲吗？可以。不能。哎，地下室可以，地下室可以，地下室。好远，不会啦，万一去躲那个啊，冰箱啊。走呗，你等着。好。走啊。走啊。还是不去啊？走走走。哎、欸，我有熏香，你还要吗？我丢门口了，那里。哦。可以，地下室吗？走吧。没有冰箱就可以了。好，冰箱，好，走。走。都走没人走。认真是没想到这个冰箱是可以的。嗯，真的。
只狼是可以的。两只烤肉，哎、欸，我也很想哎、欸。我要去吃大饱吃烤肉就好亏，肚子装不下那么多肉。没有，这生没有吃过多少次烤肉。哎、欸，我跟别人吃烤肉，反而喜欢是吃烤吐司、欸，哎、啊，就吐司再加烤肉酱，我可以吃超久，我可以吃超多片的。哦、虽然是蛮好吃的，真的啊，人家说浪费，白吃哦。来这么吃这个，你肚子都装不饱。我刚刚听说听着很奇怪的字。你说。你刚刚说你平时你跟别人吃烤肉，我听成哪？我听成你说你跟别人吃烤肉都喜欢吃烤兔子。你完蛋了！我在你旁边，哎、欸，杀了！请，如果你们成功杀到老师的话啊，重重有赏。几点敢呢？要烧他、欸，要烧。完全听不到，这么狠的吗？不是，我就耳干哦，我不止眼干，我还耳干哦。别说，还没二十五趴，还没二十五，可以回去啊，回去。啊，我就耳干哦，哎、欸，一定二十五趴，二十五趴，是吧？啊，我就耳干了，我这真的是很常听错、哦。嗯，我不止自己常常说错，也常常听错、哦。没有啊，那校兵这个位置不会被鬼看到，很神奇。对啊，就很神奇啊！啊，反而是那营地那个筒子，鬼是看不到，但是他会拉到那边去啦。对，因为很奇怪。走喽，哎、欸，要选哦。那时候在单人玩的时候，就是鬼真的都会绕在那边去看，会巡逻一下。你看筒子在那边给人家骗人家去那边陷阱的。一开始都是不会的，自从第好像是第二这个新赛季之后就开始有问题。对。欸、要不要补那个啊？手电那个啊？那叫什么？温度计啊。嗯。高阶的温度计啊，我来补。你补吗？好。对啊，补一个而已。一个就很好用。自动添加购买。你先补温度计呗。补到了吗？要怎么按？哦，添加好。有了。三等温度计，对吧、啊？不然那个按了好久、哦，没有说你不好，是温度计不好。嗯，我也没有说你觉得我不好。嗯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今天呢，我有一个要拍三星鬼照，我才注意到，哎呦。嗯，没差啦，100块而已。你很 care 那100块吗？其实没有。对啊，原来是不拿我下面的给你啊，高级的给你呢。谢谢。我拿。啥好嘞？光。画笔。画笔掉。我也是走刀房啊。没事，老师就只有我。老师进去了，他们还没到吧？啊，到了到了。哎、欸，骨头哎、欸，电闸开了，找房不能躲，找地方吗？办公室可以躲。哎、欸，楼上二楼。哦好。二楼房间吗？房间，房间内，房间吐烟。
这个。你密点，这个。哇，太大了吧？这样实在能放。对吧？这里。没有，进来啊。哎，丢屁啊！他踢鞋子，是我，那个，是我这个鞋子，那个三脚架下，三脚架下那个。嗨，有没有拍一下？哎呦，三星。还有什么可以玩？嗯。就像之前去吃寿司，我都吃玉子烧，然后一次就吃了八九盘，被说浪费。我说你在那边吃蛋加饭，很浪费耶。蛋就好吃。真的，它玉子烧甜甜的啊。嗯。好吃耶。对，当然后面不是台湾蛋价涨了之后，走啦，去吃玉子烧啊！现在蛋那么贵，好耶、欸！可是那次之后我就没有吃蛋，很少吃玉子烧了。后来想想，真的好亏哦、喔。有看到诅咒物哎、欸！我没有看到巫毒娃娃。巫毒娃娃没有啊，那沙发上面没有。对啊，我说没有，我看不到。怎么他突然就没反应？我没找，我记得这间是红爪、啊，都没看到。想吃寿司，知道有个最两全其美，想吃烤肉吃寿司吗？自烧、欸，自烧啊，自烧猪肉啊，自烧鲑鱼寿司。吃的开心果啊，真不愧。我也拍了，没错。塔罗牌，我已经找到了，我也拍了。OK， 在里面吗？在桌子上。哦，这个桌子上。OK， 我一直以为塔罗牌是在餐厅那边。没有，就是我也是不知道在这边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进去里面看有没有，就发现塔罗牌了。对，现在我知道了。嗯，然后以后还是，以后我还是会忘掉。他运动感测器都没有收到、欸，哎。采盐了吗？不采了，所以没有紫外线。我刚是听到洞门才来看的，不知道哎、欸。可以先开灯啊。没紫外线是吧？我没有看盐，我是看门的。哦。我少杀一次，奇怪了。哦，好了。寿司好吃呢，虽然我只吃一只烧寿司。嗯，相机借我。好。因为我不喜欢吃生的东西，然后寿司很多生的。生的食材太可怕了。上文有一些不选择。哦，后面都是吃那个啊，都是吃虾。尤其是三文鱼，三文鱼连我连烤熟的我都不能接受，我觉得那个鱼腥味太重了。还好吧，三文鱼。不行哎，我之前就是我妈买的，然后我爸很爱吃，哎，我爸很爱吃，然后我妈买的，他把它煎熟，然后我爸吃不完。然后我妈就说：“哎，你要不要来吃？”然后我就拿一口来吃，我差点当场去世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我真的很怕那个味道，太腥了。有仪式感，你喜欢吗？一五鬼照，对哈，按一下。到现在我都忘不掉，现在光是说，
到底在干嘛？有啦，检测到了啦，检测到我才这样放啦。到底在干嘛？找一辈子都忘不掉的味道啊！那个是相机，嘟嘟嘟啊！已经拍满了，已经拍满了，啊，拍满了啊！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没有，还差上一，笑死！啊，我想说吗？没证据，没证据。通灵盒的，你们玩过吗？没，我来了。这里啊，肯定就这个了吧？好，关灯。哎、欸，韩文测了吗？没吧。1.7，2.1，1.1，哎，我觉得有机会哦，1.1耶。2.6，那姐姐你先测吧，那个给别人看。测什么？去把 nice。哇！你现在看到哦。我一开始我是看到了。嗯，没留意他耶，那是门帘。对吧？这恶灵古堡有一关，有一集，走过去僵尸被割烂。有没意思？哎、欸，关门。哇 ，nice 去测。好，不用玩了。三级。过上相机不用啦。哦，三级。哦。那个 EMF 三级。好吵哦！不会是玉林吧？嗯，不好说哎、欸，因为那个点阵，三级，有丢三，房间太大了，所以点阵其实也不好测。有啊，角落。哦，里面角落。有看到？哦，第十层自动过了，太感动了。第十层自动过。太扯了，啊、大佬！配对给一下，私信我。配对。我看你的配对，我再自己加改一下。哎、欸，我角色一定跟你不一样。我想一想，我刚刚是配哪个？我林克已经练好了。嗯。就我问啊，你们自己没有试过吗？就是。吃到某些食物的时候，就是会下意识反胃那种。有啊，想一下，肯定都会有的、啊。我目前好像没有。我其实还蛮多的。我吃东西太……没错，就是香菜了。我是挑食仔啊。哎，可是是要留一个人在里面看脸阵啊。哎、欸，等等，靠！我没有看到呢。他是从床头那边走、啊，你有看到吗？啊！对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是多少人？很高很高，70，59，平均63。你继续看，哦、你继续看这。好好好该是从你的左边走到右边。对。对。可是刚你过去看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。对。他走过去的时候才看到你的影。他已经走过去大概三秒左右才看到那次出现在相机中。先拿起我的圣木。嗯？我觉得玉林还是有可能的。对啊，我去拍下照片。等一下，我去看一下灯。然后那次有要拍轨道，点阵轨道，点阵轨道可以，可是点阵，如果是点阵拍壁也好，如果是玉林就拍不了了，玉林就拍不了啊，来陪你了，可
在房间外会，不对啊，就拍不了。还是你们，还是其实你们看到的时候拍下去，说不定会有啊。可以试试看啊，可以试试看。啊对啊。干嘛干嘛？哎，产炎了。你低头也会侦测到？我低头。对啊，你刚低头因为你知道在 VR 里面呢、啊，如果你的手伸出柜子外，鬼是找得到你的。哦，对。白痴哦，太黑了吧？是这样。是哦。狼号那冒出来了。他，干嘛啦？他走出来他走出来开一张水我的发玉林会这样吗？玉林应该不会吧？他鬼房有换吗？外面没有土屑，但是等一下里面有啊，还在土。那你继续看，我去看一下那个距离。距离哦，就是对面的浴室啊。没事没事，我过去。啊，你想看我就讲嘛，这么多借口，来吧。我先走了。我都看到你了，给我过来。哪里看到我？看到你了。哪边？这里啊，他刚开脏水啊。对，有点远呢。没有很远。那如果玉林的话，他可以走到大概这个位置。那脏水的位置刚好是它的互动范围的极限，一般鬼的互动范围极限差不多。好，那到底动了什么？为什么突然这样？这一直不出点阵的。镜头是可以隔墙用的。完了。怎么了？我精心布置的被拆了。不合脚啊！你最喜欢的玩偶？没有，是兔子。哪里有兔子玩偶啊？我忘了这件我好不熟。都在这一栋啊！哇，兔子。对啊，对对，这个在这。怎么啦？玩不出来。他还是一直不给点阵呢。那就是啊。兔子鬼，兔子可不是鬼呀！兔子玩偶丢过去，那个运动感测器居然会有反应那有东西呀、啊！哎呦，David Winter。报告，我叫完他就马上动完门是怎样？还玩了两次门。David Winter。
Show us dot. D O T. Show us D O T. 咦？啊！白雾哈气，女性安全吗？外交，你是六十一，平均六十一，五十多到六十一，那还行吧。点阵鬼的话，早练只有雷魂跟差爷，就是哎，点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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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看到哎、欸，没，点阵点阵点阵。鬼少年，欸、有拍到哎、欸！我操！我操！你是鬼吧？你是鬼耶！真的。哎呀，这理智哦，二十五趴哦。你真的是鬼。哪儿啊？而且该那个点阵，这个是点阵，那鬼是直接站在原地没动。笑死！好难哦。你讲了之后，我过了大概一秒，我才按下去。笑死！可以玩那个啊，扑克牌。乖乖挂不好玩哎、欸。Hello 牌说错了。要在哪？什么时候有扑克牌啊？可以啊，我来玩这帮 Uno。来，我帮你送来了。哦、他还开灯呢、欸、，What the fuck？ 哎、欸，说要带个十字架下来啊。你们躲哪里啊？左边房间。哦嗨。我拿过来了十字架。那是玩啊，我玩吗？还是要玩，还是我玩？你们可以一人一半呢、啊。确定。好，排在哪里？这里吗？我们左边这边啊。哎、欸，被烧了！哎，猎人，有人开灯，是我。我怎么觉得这边有点危险？那如果走到底的话，往回看就看得到我们了。不，人家蹲好，他不会看到我们。真假？上楼。对，我很常躲这里。这一速。行不行？可以开抽了。看不到，然后抽咯。谁抽？啊，你又要开灯啦 ！What the fool？ 这善的 fool。第二抽。哎、欸，换到鬼房。鬼房在二的幽灵面列，太可怜了吧？哎、欸，第三 F 五，哎，第四张 ，Power。Devil 负，嗯，哎、啊，二、欸、五了，撤。那我抽完他、哦，你们出去先吗？好喂、嗯。先出去了吗？出了。OK。三，一字满。哈哈哈。是。Build Fortress 减25。Devil 负二。你怎么这么小丑 ？Hermit， 回去鬼房。哎、欸，家里只有理智满。哎咻！你怎么这么理智？做人理智一点。你一脸理智哎、欸。有吗？我只算错了两次，一直被打。好猛哦！咪他吗？死啦！咪他吗？嗯。啊，差点没有勾。只有不想要钱了。
我不要，我需要，我要转身。哎，这个玉林很搞哎、欸。真的啊，他超级久才给一次那个点阵。来 ，last。好喂、欸。我想说，我想去睡。不行。那你可以先睡啊。不准。你们说，不是我快不行了。我们少了你不行。不会啦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我先走了，所以我先走了。他走了，镜子一个人挡，我两个人用啊。怎么挡两个？你说他怎样？他哦，他说你胖，他能力好不好？哦，他说你的食量可以挡两个人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不好讲。哎、欸，为什么点阵？嗯，盖掉了。厉害吧？不小心盖掉了，没问题的、哦。你就拿这个啊，对吧、啊？好，好了。我是通灵吧，开了。我是召唤阵，我自己看到了。直接看吗？可以。哎、欸，看不懂，在铁栏旁、铁栅栏旁边，它外围。啊？在外围，就是铁栅栏，可能在走廊啦，就是走廊鬼。哎、欸，对啊，这里，骨头，在哪？哦，你的脚下。是算哪里啊？这里，后面猴爪。后面呢、欸？我觉得在后面呢、欸。对，算猴爪这边碰帐篷，来我看一下。啊，不对，我没有那个。碰帐篷，我来了，哪里？可没有哎、欸，可是他刚碰，这哦，猴爪子哦，有。要帐篷？好像他应该没帐篷，我不知道他碰了哪一个。嗯，我卡。等下给你用。5度，4度。嗯，他要关电闸、喔。通灵人没反应。娜娜姐安安。关电闸，先把巨灵删了。我开个灯诶。哦。动帐篷。写一分吗？我应该带个 EMF。哎、欸，踩过了。踩过了，快点照一下。你快过来，你快乖。我没有。好。没有是吧？又下来还是没有？哎、欸，就是没有紫外线。那是我繁星的理智低视。我刚刚那个啊，看魔镜。我刚刚在自己默念说，我刚好看魔镜，我看魔镜。不然你等下问的时候说，哎、欸，对啊，为什么我看那么快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黑暗中也不对啊。我刚好回车上哎、欸，把魔镜拿上去。嗯，不然很吵，你会听到哇之类的。这灯是你们开的吗？开什么？灯这边的灯，这个我没开、欸。OK。哎、欸，卡了。我拍箱子。好吧，拍一下。
五 EMF 五。哦。EMF 五。哎，怎么在这里？隔墙或者游荡。看一下温度哦。十度。很喜欢拍香薰啊。很活跃呢。很活跃呢。暖和呢。哎，这里啦，改闺房了。EMF 五哎，好狠哦。软魂吧，感觉这样看在里面了，改鬼房了。哦哦哦，对，出戏了。哎，我觉得软魂的几率很高哎。确实。在等你啊。你脚步渗漏。我靠！打了。在等你啊，有人要蹲里面吗？啊！还是我蹲里面？我在这边。可笑，五十一，四十九。哎哎，鬼魂事件。我们还要鬼照。鬼照，鬼照给老师在上面拍吧。啊，我在里面呢。好好好好好。相机给你们。啊，你上面，你上面，老师下面，我旁边。什么鬼东西？嗯。哦。放尊重点，这是力哎，这是力哎，对啊，这是力哎。哦，不对，还好我来得及。你来不及的话，我大概也挂了。要烧他吗？先不要吧。刚好听脚步声吗？好多猎杀而已。刚好听到脚步声吗？偷偷，好像偏。我只听到偷偷而已。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他看到我。先烧把他骗开，再走回来。来不及，来不及。哦，那走吧，那一次也躲下面吧。哎呦，没有，是假的。等会，等我躲下面吗？对啊，这样才能听脚步声啊。要到吧？好挤啊！我冷静，冷静。慢的嘛。哎呀妈呀！我找到你们啦！这算快对不对？快，好像有点偏快。嗯，啊，对，偏快。不像雷魂的快吧？这个是？这不是啊，雷魂不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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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真没出。你刚才没看它变形对不对？没，没有，这个速度短，这个移动速度是偏快的，啊、对而且。在问什么白痴？没有紫外线。哦、对耶。结束了吗？那这个也没有了，结束了。啊，我再听一下、喔。那我想离开了、喔，好吧。不愧是老师。什么？我想来，我怕来不及，我就等他一下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。现在的话来不及了。你。除非他不裂，不然来不及。可恶。还站那么高，你看，就说来得及吧。呵呵，那也要他不裂才来得及啊，他裂的话就来不及了。哦，居然是小朋友。他小朋友，你跟他说 ，I know you're bald。他来了来了，我讲了他就裂了，好快。这个就是烤肉没吃到肉的愤怒。结束，结束。耶、yeah。嗯。什么鬼？好哎、欸。太狠了。你走吗？走啊。走走走。啊！这个玩偶粘在我手上了，丢不出去了。
然后对他选择你了，领养代替购买。我们再见。再见了。再见了。那你刚刚是怎么知道软魂？速度比较快啊！数字很快，什么数字很快？速度比较快。不是啊，在猎杀前，那时候在帐篷里面的时候，调查他的那个游荡范围太大了。哦。他感觉就是整个地图都在走，你知道吗？哦。这已经不是梦魇的等级了。好的。梦魇的游荡范围也很大，但是没有软魂的那么夸张。OK。这个就是一直走啊，一直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走来走去，这边走啊，那边走，这边走啊，那边走，感觉就是太大了，很奇怪呢的感觉。好了，谢。好感谢繁星，感谢奈斯，辛苦哦。谢大佬。感谢老师。没有老师。你们大佬，你们老师。没有，我只会遛鬼而已。不，你们是大佬。我把天赋点去脚了，没有点到耳朵。OK。好了，看看哦、喔，有没有要猛兽派对的啊？有没有？有的扣一。有没有要猛兽派对的？看来是没有，好了，那就关台喽。那我们就关。台喽，好啦，感谢大家今晚的收看，快点讲拜拜，讲拜拜，一分钟时间，拜拜时间，我等一下去喝东西了。啊，有吗 ？Joko 有没有看到我进步很多？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有的吧，肯定有的吧。对啊，不是我跟你讲，昨天秀秀那真的太夸张了，他妈的！我跟你讲说，你靠近一点，我听不到脚步声，结果蹲在车子里面，好像跟你们讲话讲话讲到后面，我说，而且他很小声，他昨天聊天室也是说太小声了。然后后面这，我想说奇怪，你们是每一场都鬼音是不是？怎么都那么小声呢、啊？哎，番茄拜拜，九口拜拜，芝芝拜拜，果子拜拜，下午拜拜，雪莉拜拜，安妮在吗？安妮拜拜。就这，拜拜。好啦，我们就去。刚刚不是那个吗？刚刚不是有爹那个吗？猛兽派对的，我们丢过去那边。我们丢去那个受害者啊，受害台主啊，今天丢过去那边。RAID。这个他叫小静啊，跟上次联动的小静不一样，这个是小静，上次是他们叫什么日文小静，对，跟这不一样。好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拜拜。